你把它的这个文本给它传进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参数咱们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参数咱们是直接跟到后边了，对吧？什么条件这些参数咱们直接跟写好了，不让它动态的替换了，是不是？执行完它这个 query 这个方法之后，它会给你返回一个查询后数据的这个游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游标里边有个 get count 方法，能获取游标里边这个数据到底有几条，获取了之后，然后把这个游标关闭了，返回这个长度就是可以了吧，对吧？这算是封装了一个通用的方法，因为里边都要用到嘛，对不对？很多里边要用，这时候封装了一个，又封装了一个删除。删除一般都传什么呀？删除的时候一般是传表明条件，条件一般是什么条件？删除的时候，你能想象吗？什么什么 ID 等于什么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主键 ID 等于什么什么，把这一条就给删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能封装进来吧？但是这里边没有封装进来那个，比如说插入或者修改，为什么呀？插入修改要怎么修改？要怎么插入？传的是什么？传的是一个实体类嘛？你要传具体的实体类进来查，对不对？你封装到这里边，你确定不了它的对象，你怎么你写这个插入，你怎么知道它要是什么对象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然我这里边其实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你可以通过反射的方式把它插入什么样给写进去，只不过我这里边也没写，是吧？另外一个反射也不能乱用，因为反射是很耗性能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咱们这里边就没放插入还有修改这些，没封装，把通用的都给封装了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有一个查找实体类，查找游标里边实体类，这个是干嘛的？你得到游标了，你能取出来数据，你怎么返回回去？你总不能拼一堆字符串给它返回回去吧，对吧？要把它转成一个实体类，这实体类类似于什么呀？就刚才咱们做那个 SLEET 菜单的那个 item， 对不对？你每一个表都应该是一个实体类的映射吧，对不对？就类似于那个 item， 这个就是 send model， 这个是查找游标里边的数据，把它转换成一个实体类。这个封装的是什么？这个看名字能看出来，游标转换成一个 list， 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它好操作一点，对吧？游标不好操作啊，什么又是movie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不如这个好操作了，对吧？转换成这个一个 list， 然后把它返回回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咱们这里边封装了几个通用的方法。但是呢，这个因为咱们下边还没有涉及到要做这个 CircleDAL 层，但是所以咱们这里边有一些方法写的不全，等到明天的时候咱们会做专门做出来 CircleDAL 这一层，然后把那几个方法补全，这样的话你就了解那里边要写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写了，行吧？然后这里边这几个方法应该现在知道封装的，它现在确实是已经是通用的吧，跟业务无关的吧，谁继承它都可以做这些业务，都可以用这些方法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封装通用数据库操作类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把它给完善补充下来，然后把 CircleDAL 这一层也给补充进来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。